下去，把它下面去。怎么办？你们把大师绑太紧了。打一个结好了。打一个结。只要不要是蝴蝶结就好，或同心结，其他结一切都可以。随便。对，大师的魔术还蛮随性的。不用说，套一个什么结吗？就是。他说随便打一个结就。周哥，请问你是在刑事局上班吗？没有。怎么那么紧啊？哇，丹尼斯，你也很专业。 你家是开菜市场的，对啊，哇，像口蹄疫的主，这样怎么办？好，接下来来，我们请两位美女来帮忙检查一下，到底够不够紧？你程序很复杂哎，我知道，要逃脱出来，等下人就走出去，再绑一下，好，再绑一下，直接打结，超脆弱，整个人都逃脱了，哇哦，哇哦。 好，我们再请那个来自俄罗斯的美女，Margarita来再帮我们再打一个结。我觉得不用哎，差不多了，好，那我右手边。他们都你不要这样走出去哦。对，我知道，我右手边有一块布，麻烦你帮我盖上去。接下来要灵气油吗？直接帮我盖上去，打开来直接盖。打火机，不要任何的同情心，直接盖上去就好了，没关系。 盖上去，盖头吗？你新嫁娘啊！我不是要嫁给你，玛格丽特。鬼娃娃是？盖哪里啊？哎，鬼娃娃，你是不是农村娶看太多了？盖盖手脚就好了，是不是？直接盖上去就可以了。对对对。我以为你这样是很贱的。不是这个样子，好，直接盖上去就可以了。OK， 好。 那个卡通表准备了吗？现场卡通表吗？那个卡通表准备了吗？现场卡通表吗？准备。他手出来了，有准备好吗？那个表准备一下。好厉害哦！什么表？什么表？他计时一分钟。真的假的？有吗？没有是。没有哦哦，来，我看，来，我握一下手，握一下手。真的假的？直接帮我拉开好，直接拉开，来，一二，直接拉，不用犹豫。哎，他手又回去了吗？哎，好。 好紧啊！我的手快断了。为什么？好，要不要拉拉看？艾琳小姐，直接拉没关系。你刚刚手怎么？还好了，还好了。哦，可以哈。哎呦，好不错。再一次哈，丹尼斯，再帮我再盖上去，直接盖上去就好了。对，最近寒流来袭啊，比较冷，稍微盖上去一点，被子要盖高一点。可能看得不清楚，刚才现场看得清楚吗？不是很清楚是。 好，那没关系，来，我们送一下这个。为什么我唱这个？送你一朵花，看不清楚就送花。好，直接拉开啊，直接拉开。什么布拉开？布拉开，对，马德里的，直接拉。哎呀，啊，现在 OK， 绑得很紧，是。嗯。好，来再盖一次哈，因为时间有限哈，后面还有很多特别来宾的表演，直接盖上去就可以了。为你而活，其实我们已经懂了，很厉害。再一次感谢。后面还有50个奖要摸。我知道。好，我们倒数计时5秒钟。OK， 5年行大运，祝这个脚上没有脱，康熙来了，勇冠收视长虹。你逃脱到你的皮带逃脱了，好多人彻底了。怪叔叔，没有这个，好像逃腰带。OK，所以脚怎么办呢？脚没关系，拉下来就好了。因为我穿靴子。 没关系了，真的吗？对，可以逃脱是他的手可以遮住，手可以逃脱，对不对？他的脚可以遮住，脚不包括，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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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不包括，对不对
场大家需要一个别的表演吧？要，精彩一点的。不过如果大家对方大师的表演有兴趣，可以跟他接洽尾牙的一些。对啊，蛮欢乐的，是很特别的回忆。需要很投入的群众才行。对，然后主持人要比较费力，要常常帮他 OS 旁白。对。好，那接下来这个表演呢，希望大家看得比较开心一点。我们欢迎玛格丽特小姐。哇哦！
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刚刚想要催促那个方大师快一点，对吧？对，因为他在很短时间内做很多事情，对，然后方大师会在很长时间做比较少的事情。是，那比较好的尾牙表演应该要节奏快一点，然后大一点，对不对？对，就是现场唱歌啊，歌或者是跳舞啊，跳舞可以跟大家互动的，会比较好一点。跟老板合唱歌曲。哎，那万一这个尾牙的员工自己喝多了，会跑上去唱歌吗？会哦，会，老板也会啊。老板有时候自己嗨起来，他自己也要上去唱卡拉 OK， 一直唱啊。有，常常有纳卡西唱啊。对对啊，那老板喝醉了会对女明星很亲热吗？是我有主持过，就是底下比如说他也是尾牙，可是经销商喝多了，然后有时候就啊，曲爱玲，我好喜欢曲爱玲，就开始手就过来这样抱。嗯，那这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就要开始会去躲。嗯，对。那玛格丽特怎么办？如果尾牙有人喝醉会跑来抱你啊什么吗？我是觉得他们不敢。真的吗？怎么可能不敢？如果拍照啊，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会这样子，所以你自己要保护。对，你知道我们每次如果遇到这种要勾肩的时候，我都会自己降低，对，偷偷跑走，就是他又这样子，然后你就突然降低又往前跑了，所以这样我一这样搂，然后就降低了。其实你自己本身要懂得避嘛，这很明显。生气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其实就像玛格丽特讲的一样，真的有一些就是不敢。比如说像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真的很少碰到，就是几乎都没有碰到这种所谓被吃豆腐。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朋友分析给我听，就是你这边就写的就是 do not touch， 对，他说你的脸就是写一个 do not touch， 对，就是不敢惹我，就是不敢太亲近。然后其实对我都还蛮客气的，对。可是有时候一些老板他喝醉之后，上次我跟一个女生搭档，喝醉说下次啊，你的女主人。假的。有时候一些老板他喝醉之后，上次我跟一个女生搭档，喝醉说下次啊，你的女主人找个奶大了好不好？真的假的？直接这样叫出来？我说你穿太多了。老板这样说，那你搭档是谁？就喝懵了，你知道？其实活动就是头过身体过嘛。他这样也算是说出真心话。我想也是。下次他的秘书就会找比较。符合他口味，对啊，通常是比较 local 的一些。还好我上次那个老板只有拿麦克风喊说那个下一次全林啊你要唱一首歌，对，只有这样子。对啊，如果那样的话我真的很尴尬。那 Nono 你会被逼着要一直讲笑话什么这些吗？就是还好，但是他会一直要，就是有喝醉一直要上来唱歌，可是没有安，因为他们没有安排那个唱歌，他就一直走上来说我要唱歌，我要唱歌。对，我说好，没问题，马上等一下就轮你唱，我们这个讲车晚就轮你唱歌。他就下去哦，想说打发他，没有，他就站在旁边看你这样。对。然后你一看他的时候，我可以唱歌了吗？就来了。就是对啊，一直这样子。他们后来没办法，就让他唱啊，也没有音乐什么，他是自己在外面一直唱。清唱。是老板吗？不是，他也是经销商，对。可是因为是合作的厂商，所以他们想说就开心，对啊，对，就让他唱，对。我碰过一个很好笑的，他是已经喝醉了，然后就开始唱，然后就觉得大家都已经有感觉的出来，是大家都已经有一点不太想听他唱，然后他就唱，就看开始脱，开始脱。做那个外套衬衫，对，然后开始做，然后哦耶，自己在那边自己嗨，对自己嗨，然后就大家都更傻眼，可是他就是自己很高兴，嗨，反正如果是老板或者是经销商，别人也没办法。